好鬼嘈啊！呢架车嗰个引擎咧喺车厢入面一路炸咧，听到劲大声，我未试过听到架车咧咁鬼嘈啊，有啲离谱。如果我喺香港呢架车，我一定系唔会买，因为实在太嘈。呢架车系咩车呢？就系、是。噔噔噔噔 ，Toyota Yaris 嘅 Cross， 样 OK 嘅，鬼熱啊！而家架車揸咗五十分鐘，睇下車尾箱都擺幾多嘢可以，因為我哋四個行李兩大兩小，新車一樣，只係行咗600公里，本身行咗500幾公里喎，頭先咧行咗。好似50公里，咁啊有个 USB 位啦 ，C 位啦，下面有个火嘴位啦，咁呢度有得摆水樽啦，卡车俾大家睇下先。卡车仔咧遮住咗嘅，我有个 Nano 嘅空气清新纳米，就系咁样啦，日本嘅天气。